这样军训的大学，太想太冒险。哎呀，不想军训，累死了。今天最高气温60度呢。这走的，你们几个个眼儿了，刀又砍他。哦，哪个？快看看，这怎么的？这哪儿呢？不是物资吗？没看到啊。防晒，腿部按摩，一面不精华。哇、哦。不累，我累。哎，月动月色对影子。报告教官，我们才刚集合啊。都聪明了。是。立定。接下来的15天，我们就在这里训练。不用晒太阳了。去把空调开到最低，去把外面的冰镇、大西瓜和小奶茶拿进来。全体都有。原地蹲。今天的训练任务：吃西瓜，自摸100伏特。